近十场比赛当中有八场比赛敲出安打，所以最近的林宗南都是打第一棒。这个球稍微碰了一下，打到反方向。哦，今天持续延续他的好手感。虽然在昨天的比赛呢是3-0，中断了连续四场比赛有安打，但是今天第一次的打击就从关大元的手中敲出安打。对，以前中华职棒早期的强打者吕明次曾经说过，就是说当他状况好的时候，那棒球跟沙滩排球一样大。所以这当然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的，这他跟他以前早期他跟记者讲的。但可以看有时候状况好的打者，你也会感觉有时候运气也会在他这里。